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美格大叔。那很久没有拍这个游乐器系列，今天就做六福村的海盗船。请顾客船长到海盗，为了您的安全，请留携带食物、饮料、乘坐等项设施。凡是有心脏病、高血压、容易晕车、晕船及孕妇，和身高不足110公分的儿童，请勿搭乘等项设施。谢谢您的配合，我们先祝您游园愉快。我只要只会一直叫而已。4到5位，南方直升机请把放置对面机柜里面，请不要放置上方平台，以免风大吹入水箱。有戴帽子、法式、法裤的朋友请注意，请先把拿下来。这个用品加钱应该蛮有趣的啊。我们一台最多可以乘坐4到5位，一台最多可以乘坐4到5位。大家随身物品请放上次见面置物柜里面，请不要放置上单品台。因为风大，飞入水中。有戴帽子、法式、法裤的朋友请注意，请先帮我拿下来。上下船时请小心船与甲板之间的缝隙，请小心跨越。哦，很久没有坐了。搭乘下一趟朋友请注意，请帮留在原地上山后，让出一条通道，让给有需要先搭乘朋友先往前走。我们先走后选择同一个安全感后摆放，请不要很快两个安全感。安全感给我可以吗？快点开始吧，好热。我们即将松开安全带，请小心穿越甲板间的缝隙，请小心跨越。谢谢光临，出口请依照服务人员指示方向离开。安全带即将松开，双手请先离开安全带，双手请先离开安全带。
哦，那结束了哦，很少让他不敢坐。好，这样就结束了。好，那再来就走一走好了，因为蛮多设施 N 草都不敢坐了啊、哦。像是小汽船啊，这是日本的长城长桨铁路分支船啊，主驾驶准备起降。哦，可这个游乐器音乐太大声了。这里有音乐。啊，这边我记得我来过。这个我记得之前有玩过，哈比哈尼大冒险。哦，这个排队排超多人的。啊，这个之前有玩过，但是没有拍过。啊，这是土耳其冰淇淋，比淡水再贵30块。那后面可能就蛮多，就只是看一看而已啊。好，那走到这边就顺便看一下好了，这是其中一个餐厅啊，素食店吧。应该是阿拉丁系列，然后素食。一号餐叫做赫穆斯蘑菇套餐、泰米尔鸡肉套餐，巴拉巴拉，感觉都比外面贵大概100左右。音乐声音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大声。这个是旋转木马。
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玩得开心啊，拜拜。